著名時裝設計師 Azzedine Alaia 咧，啱啱離開咗我哋，一眾國際巨星咧都送上留言悼念。同 Alaia 比較熟嘅 Lady Gaga， 佢亦都喺 Facebook 上留言啦，表達嘆息啦，同埋表揚佢對設計師嗰份慈愛。Lady Gaga 喺 Facebook 咁樣表達 ：He was so giving, so loving, his heart so full and pure。Lady Gaga 更一度表示惋惜 ：I'm devastated, I didn't say goodbye。I love you。 不如就趁呢个机会，我哋一起回顾下 Alaïa 嘅经典设计。其实能够坚持自我原则的设计师真的不多， Alaïa 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他能够按住自己的步伐去继续他的创作，他的创作能够凸显女性的胸部、腰部、臀部的线条美。他特别重视重新塑造女性的身影，强调曲线传达的美感，令到人脱胎换骨，化为现代女神。我相信很多粉丝都会永远这样怀念他。